《燕云好运来》讲述了姚克与贾玲带着几组走红毯队，他们打出帮助客户完成梦想的服务口号，不管梦想多荒诞，都努力将其变为现实。走了红毯，如让心怀音乐梦想的那儿唱歌手赵清晨一夜成名，是创业失败的阿伦一帆翻盘，出外卖小哥乔小山一夜暴富，即将挣足面子。 你呢？不是和谐社会治安管理工程师 Uncle 啊，我就是人类必需能量物品的安全转移师。看看咋回事，是不是欠费了？是，同事，充多少？充满。胆子太厉害了，电话费都能充满。就这样好不好看？废话，劳斯莱斯标能不好看吗？我上当。